朋友们，大家好！现在我们已经到海南了。记得我上一次来海南的时候是去年，西瓜 play 搞活动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住的房间好，然后也是那种海景房。今天的话，我们到这里来也住的不错，带大家先参观一下。这是阳台，那个住的那个酒店阳台那里没有浴缸，这里还有个浴缸，你看还挺好的。带大家看一下下面，哦，下面也有游泳池，然后还有这个应该是香蕉树吧，不知道哎，到时候去下面可以玩一下，风景也是真的挺好的。哦，是海景房哎，之前我怎么没看到哦？那里就是海，哦，跟刘明说一下。刘明，哎，我们住的是海景房哎，海景房啊？你过来看一下，来，海边的？对呀、啊，哟，看一看，耶，这待遇不错哎，昨天来的晚没看。对呀、啊，这海边挺大的。昨天我们两个到的太晚了，实在是我都没有出来看，也看不清楚。可以可以。怎么样？可以。嫂子这次带你出门，感想如何？还想啊，绝了吧，绝了，是这个酒店也可以啊，你看这么大的浴缸，可以泡下澡啊，就那你洗衣机都备好了，你可以洗衣服，洗衣机什么都有，可以可以啊、这个待遇不错，蛮好的，主要是这边风景好哦，看那个海边，一望无际的海边，大海，对，这环境真的好，下面还有游泳池，现在还是没人去游泳了，是吧？这里中午肯定就比较热，我们下回去啊，下车的时候，晚上还是没那么热哦。晚上有点冷。嗯。然后我们昨天穿的长袖过来的，但是现在的话就感觉不到冷了，热开始啊。这里的话是大门进口，这里有做饭吃的地方，然后有个柜子，这里还有个桌子。再看大家看床，这个是一个大床，刘明就睡在这里，然后我睡的地方就是一个小床，因为我晚上怕冷。再带大家参观一下厕所，对，这是厕所，厕所里面的话也还有一个浴缸，这待遇真的好啊。你在做什么？我看这个洗衣机可不可以洗衣服，我说想把我们这个衣服给它洗一下，应该可以洗吧，你看我们出来一趟洗衣服这些是不是几天没洗衣服，还是这个就方便了、洗一下。哎，嫂子啊，你这次出来干嘛，带我住这么好的酒店呢、你看洗衣机什么都有，又是海景房，这个不浪费钱了、出来一趟不容易，你看你我感觉还是要不要住那么好的，你看你这个娃呀，我带你出来你就只认享受，我又不要你出一分钱，这个住的位置对不对，不出钱了，白住了，谁给你白住，酒店会让你白住啊，果农那边给我们安排的，哦，那还差不多，我是酒店没这么好让你白住呗，那可以是吧，那我就放心了，只要我让我们花钱了。我都没想到他会给我们安排这么好的位置，是啊，可以、这个地方可以吧，可以可以，所以你说这样的话我心里压力大耶，那也是，你人家给你住那么好，你多少还是要做点业绩给人家看，对不对，加油加油加油啊，加油嘛，嗯，既然来了就要坚持，不管怎样都要努力加油、对，要对得起这台洗衣机啊，去买个洗衣粉回来，我们两个把衣服洗了，好，刚好这边天气又热，衣服你看干的，好啦，不要盯在那里看啦，我想搞一下这个洗衣机怎么用，我还没用过这样的洗衣机，快点收拾一下，我们要出门了。好的，耶，开了，人家买点洗衣粉就可以用了。走，我去洗脸了啊。走，我们去找点帽子戴一下。你看别人做的防晒，整个头都围住了，我们是什么都没有。是要搞一下，不然等一下晒得黑漆麻工的回去了、不好。是的。买个那个帽子，还有那个护手的，看有没有。就是袖套啊。看有没有嘛。走。你别说，这里环境还是真的可以哦。是哦。
但是这里离街上有多远呢？我们都不知道哎。知道要走啊。走吧。刚才问那个美女，她说你反正出门右转一直走就可以了。那先去找一下吧。反正我们出来这次要近一点啊，不要像老杨那次被坑了。好的。我感觉你心里有阴影了。真的有阴影了，怕。你出来看到我们是外地人嘛，就怕啊。因为这里对什么都不了解。刘敏啊，我总算把这里看懂了。是啊，它这里就是一个小区。就是小区啊。嗯，可能就是那种公寓房吧。对，小区那种公寓房。嗯，就是像那些外地来玩的度假的。度假的就是这种。不然我是说我们那个房间怎么会配洗衣机啊，对吧？他度假的来肯定要住得久一点嘛，那里面配了洗衣机这些方便。来正面看一下这个帽子怎么样。哟，还可以。我们两个人一人买了一顶一模一样的帽子，叫做姐妹帽。不戴帽子不行啊，这边太阳太大了。嗯，等一下回去估计他们都不认识我们两个人。对，我别的我不担心，我就怕丫儿不认识你了。这哪里来的非洲人，黑漆漆的妈妈。是吧，应该是认识。刘敏，对，我们到哪里？五朵芒果，你看这个芒果好漂亮哦。哇，我是第一次见这么多芒果，以前虽然说在广东见过，但是没见过这么漂亮的芒果。我从来没见过哎，漂亮吧？我以为芒果它是长在地上的，原来它也是长在树上的。芒果怎么可能长地上的？它也是这样挂着的啊。嗯，漂亮吧？嗯，里面去看一下看。看一下，哇，这一串你看，好漂亮哦。好漂亮啊！好大个。现在能吃吗？现在不能吃，现在是生的。生的啊，硬的。这个芒果要给它晃软了才可以吃。晃软的。嗯，你看，但是很漂亮，你看这个芒果，记得。它这个就叫贵妃芒。贵妃芒啊。嗯，就是贵妃吃的就是贵妃。哇，这个一串，来，看。哦。这一串芒果。漂亮哎。漂亮哇。嗯。闪亮闪亮的。漂亮。哦，那你。我都想吃一口了。那你。哦，真漂亮哦。嗯。这里芒果是真的结的好哎。今天我们来到了芒果的产地，然后也是朋友给我介绍的，说这边芒果已经出来了，给我的价格呢，我也是压谈到了比较优惠的。然后大家也可以看到了这个实物，芒果确实也是很漂亮。现在呢，我去找那个老板，跟他说一下，就是说看把售后啊，就像苹果一样的售后啊，然后外国啊这些东西怎么处理，我一定要把它谈好，谈好了的话我才能好给大家来推。是不是？对，走，我们去找他啊。好，看到这个芒果我就想吃了，红彤彤的，好漂亮啊。咦，在这里呢。哟，老板。老板你好。啊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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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欢迎你们来到看看。谢谢。你们这芒果是真的搞得好味，名不虚传，贵妃芒果。是，很好吃。很好吃啊，种的也漂亮哎。你现在这里有没有熟了的？有。熟了的，给我们试一下味道看看。可以啊。啊。那我给你们拿，你们跟我过来。好，可以。去看一下。看到我的小吃了。哦，这个就是的呀。是的，这个是成熟的贵妃芒果。这个是熟的。对。好大一个，好看。熟了的话，它就是捏着就有点软啊。是的，它有点软，它就证明它成熟了。生果它是硬的。嗯，大哥。嗯。哇，明明你看这个芒果，闻着有点香哎。清香清香。嗯。它这个你这个是没有打什么东西的吧？什么都没打，都是树上熟，纯自然的。哦，没有打那些催熟剂这些吗？没有。没有。对。你看，我看它这边上都是有浆，它有这种麻麻点点的话，它可能就是你看它成熟以后它有果浆。嗯，如果打了东西的话它不会有这些果浆的。哦，不会有果浆是吧？对。嗯，来画个试一下看味道怎么样。好的。画个大的。不画这个。嗯，赶紧去玩吧。你尝一下。哦，是这个吗？好甜，好香，天哪！我本来想着你打开给我们看一下好不好啊，他就直接往嘴巴里面一放。我等不及了，甜吧？
甜，皮薄，看到没有？嗯，皮薄，皮薄，嗯，果肉多，嗯，嗯，就这样子，爽啊！嗯，等一下他让你画，我还在画。这个皮薄，这个皮真的薄，肉又多，很甜。哇、哦，我还想给大家看一下呢，黄黄的，看到没有？是不是？对。嗯，甜，好吃吧？嗯，好吃，很甜。你不是说真甜的这芒果？我真的第一次见，我以前也爱吃芒果，但是说到产地来，真的，我真的不知道。你说是长在地里的芒果？对，我还是第一次说，听说芒果长在地里的。我以为像地瓜一样从地里面挖出来的，再洗干净。要把它吃干净，都舍不得丢了。真好吃。太甜了，这个皮都被筷子被你舔干净了。我给你再切一个吧。那我自己剥，没事没事，我自己剥一个，没事，不用你剥了，我自己剥一下，看那个皮好不好剥。啊，不用划，自己剥。哎，这个皮也好剥哎。好剥。是啊，轻轻一剥，这个皮就掉了，你看。嗯。这样轻轻一剥，这个皮也薄，很薄。那你慢慢吃，我跟他谈正事哦。好谈啊。嗯。我们第一次来，老板，价格这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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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。对，价格给你们已经是很实惠了，很实惠的。对，因为确实也是，我们也是朋友介绍过来的嘛。是的。然后我们两个也是属于是第一次合作，就是你这个东西我也看了，好，然后好不好吃也好吃，就是有个售后的问题，我有点担心，因为生鲜这一块的话，你也知道，怕发出去容易坏。这块你不担心，坏一个赔一个。嗯，只要有坏我全部赔，你全赔是吧？全赔，全赔，包赔是不是？包赔。那你这点的话，我就更放心。那发货呢？发货48小时之内。48小时内。对。那发货还是挺快的。是的。还有一点就是，你画出的东西一定跟我现场看到是一样的，一样，一定要互对版，一样，一定要互对版。嗯，就是因为我这个视频发出去，有很多人会看到。千万人都会看到的，到时候你说了这种话，你就一定要做到哎。啊，是的，肯定会一样的，是不是？放心啊，有坏我全部赔。好，可以，哦，对吧？啊，嗯，然后现场吃的这个很甜，但是粉丝家们朋友吃的说酸不好吃。粉丝收到的东西跟你吃的口味是一样的，是一样的，那我就放心了啊。最大的品质，它主要是一个这样的情况，那就是说收到货的话，它回去它没有熟，你还要放几天才能吃，就是。要放熟了才能吃，对吧？是的，是的。早上我们9点钟开播，然后带大家现场到果园来摘芒果，给你们发芒果，好不好？然后希望大家来多多支持我们，陪伴我们，好不好？多多来品尝这个芒果是真的甜，对，不是假的甜。嗯、我已经吃了好几个了，等下我还要吃，我可以拿几个去酒店吃了。可以，可以，没问题。我给你们装上，给你们装上袋子。好，可以。我到哪里都是变成吃货了。只要看到吃，我都要带回酒店去吃。嗯，咱们一定要来啊！这个芒果是真的好。对，就是今天的8、9点了。对，今天上午9点，大家一定要记得过来，好不好？对，感谢大家支持。嗯，那今天就到这里了。嗯，拜拜，谢谢大家啊。